在我妈妈心中，我是多余的。小美，我名叫陈佳美，我家一共有六个小孩，我排行第五。小时候，爸妈总是很忙，家里的厨房常常都挤满了人。啊，哎呀，你站在这边做什么？这边很多人啦。阿佳，等一下就来了。哥哥姐姐们是家里的好帮手。来，快点来帮忙。妹妹，她听话又可爱。看看这个芋头烤好了没有？就唯有我，什么都不是。跟我一样，一个人的。啊，好吃哦！我常常在想，跟其他的兄弟姐妹相比，我的样子不出众，成绩也不好，家里又那么多人，如果有一天少了我一个，妈妈她应该也不会在乎吧。毕业后，我拿到奖学金到国外深造。我还记得离开的那一天，我在机场打了通电话回家，电话里传来的是家里一如既往的忙碌声。喂 ，Hello， 妈，是我，小美。小美，是你啊？我今天要上飞机了。哎呀，那个东西怎么放那边？打翻了怎么办？哎，小美啊，你要上飞机了。你好好照顾自己啊！我知道了，妈。哎呀，好吧，拿奖状就是我。我曾经，妈，你就不能，哪怕只有一次，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吗？慢慢的学会叛逆。想离开家里。几年后，我学成归来，在吉隆坡找了一份工作。回国后，我没有回过家乡。无论是过年过节，我都会找借口出国旅行，只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份回家的失落感。喂，哥啊。喂，小美，这个星期日有空吗？这个星期日，什么事啊？这个星期是母亲节，大家都说好要回家帮妈庆祝。啊？可是我这个星期日……难道想躲一辈子吗？其实那么多年没回家，说我不想家的话是骗人的。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。只要一想到回家，我就感到无比的失落。也许是我害怕承认，这个家其实没有属于我的位置。小美回来了。哎，你干嘛？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快进来吧。爸妈知道你今天回来吃饭，一早就和大妹、二妹去巴萨买菜了。哥，谢谢你帮我照顾他哦。你应该谢谢的是妈妈。
来，他呀担心你回来的时候看不见你的老朋友，特地从旧家把他搬过来的。好了，你先坐下吧，我去忙我的。想离开家里，时间都不停等我再回去，其实再回不去，家还在那里，几年的光景变得好冷清。来来来，慢慢慢，小美回来了。哎，小美回来了。爸，小美，小美，等一下再聊啊。妈，回来啦，吃饱了没有啊？怎么讲瘦？厨房里有汤，自己去拿来喝。这样大了还不懂得照顾自己，嘿。洗碗快点啊，不够碗啊！啊，看你看火，看火。小美，这边已经很多人了，你不要站在这里。哎呀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？这边很多人啦。阿佳，等一下就来了。妈，可是我想帮忙。小美，加油！嗯，我一定会的。我是想加油。啊，OK。吃慢一点，这么大个人啊，吃饭还像个小孩那样。妈，你煮的饭真的很好吃。好吃就多回来吃饭啊。嗯，我一定会的。离开了再回来，我才知道原来一直以来没有被看见的不是我，而是妈妈对我的爱。每一道充满家乡味的菜肴，每一个关怀的眼神，都隐藏着妈妈那说不出的爱。虽然这份爱常常被我们忽略，但它却永远都在。那这个叫我看图画吗？这个孩子。好吧，你拿这么多做什么？牙闪到要怎么办？大姐，我啊 ，Hello， 啊，小美 ，Hello， 小美呀、啊，你要加油啊！准备好笑。妈妈的爱，永远默默为你加油。